要交卷。好，那你先出去吧。想要跟念同一天大学啊，要不然我干嘛作弊？好让我自己留在重考班。那你就好好念书啊！你忘记我今年把我考上政大，都是因为落榜，为了陪你，我才念重考班的吗？思思，我们在念最难，其他科目我都是凭实力去念的。可是历史跟地理我真的没有时间准备。反正作弊就是不对，你现在作弊，大学只考那天可以吗？啊？电话。喂，我是。什么？陈小姐，请问一下，我阿妈住哪间病房？看一下，看邻居。谢谢。她现在心情怎么样？你阿妈只是尿道发炎而已，不用担心。那这是植物人常有的病，转到医院以后，你还是要请一个看护专门照顾。好，我了。所以这个月费用要10万，对吧？对，差不多。谢谢。张某，我们哪有钱呢？没关系啊，那笔钱就给拖一下啊。而且，要是明天模拟考成绩发下来，我平均不到65分的话，我就可以专心工作嘞。王昌茂，你就那么想要被开除啊？我开玩笑的啦。其实我也超怕被退学的啊，因为阿妈她也一直很希望我念大学。记得就好，走去看阿妈。金叔，最近有没有钱多一点的 case 啊？对，我有急用。反正不管什么样的 case， 只要有钱，我就都接了。快叫你接住。你是不是很缺钱啊？不干你的事。哎，干嘛了？没心情陪你玩哦。我们上次的约定还有效吧？你答应过我要帮我追乔琪的，你不会现在就反悔了吧？当然不会。那好，等一下模拟考成绩公布的时候，如果你过关，你就帮我追到乔琪哦。好啦，啰嗦。这次模拟考的成绩，黎静、卓芬芳，我过，李老师，安东尼、罗信虎，我过了，我过了，耶！我过了 ，Yes。孙思思，你怎么不看一下啊？我可能会不过吗？接下来老师要发这次考试的第一名，每一科都有80分。大家要好好跟他学习哦，杜乔琪同学。老师，发完了第一名，现在老师要发的是最后一名。你一定不是最后一名的。我虽然担心我自己，可是我跟丹心超猛。为什么要担心他？因为他是我的灯神啊。灯神？各位同学，
这一次模拟考的最后一名是王超萌。寻找所谓的人生。